place， 就想说很久没去了，然后今天就是遛狗走这个路线，然后因为今天又平日，所以 party place 的人应该很少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就今天换一下路线，换个地方散散步。而且好久没有去 party place， 就也不知道那边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得怎么样。今天风很大，很冷。应该没有，我觉得流浪汉有少一点呢。对啊，而且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点。看起来好冷清哦 ，Michael， 小心前面有疯子。我们刚刚去南边的 IKEA， 反正就西雅图就只有一间IKEA， 我们就在那边练习开车，然后就到这个亚洲超市附近逛一逛。麦克风开的好不好？开了很好。刚刚带 Buji 去上厕所，然后也拿到了我在台湾，我从台湾订的那个 planner。不是说硬要从台湾订什么东西，是因为他们的 planner 很特别，就是特别是有一个地方我最喜欢。找一下，就是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写几月，然后礼拜一，然后几日，然后你要做的代办事项，然后你旁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打勾，我超喜欢这个。然后我有试着在美国找过，然后我都没有找到就是任何一个类似的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一个，然后请他们寄到美国来。等一下，会是我第一次从我们家开到家里附近的 Target， 所以会在西雅图市区。相信。突然很想吃巧克力，所以就开车来买买东西，买那个卡片，因为明天是我跟 Michael 交往4年。不是 Valentine 吧？是 Anniversary， 还是 Love 也可以啊？啊，那我就拿这个吧。我跟 Michael 都买 something with butt。 好冷哦，我们现在要出去，我们要去买日式炸猪排，因为昨天是我跟 Michael 就是交往4年，然后我们都没有庆祝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补庆祝。好期待，好久没有吃外面，也没有很久，
只是比较少吃外面。现在好久没有吃 Nana's Green Tea。 对啊，好久。我们先回来车上的。他说要等多久？10到15分钟。对，要等10到15分钟。然后外面蛮冷的，所以我们就来回来车上等。好期待！我们买超多的，我们买了两个炸猪排，一个是有包 cheese 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咖喱的。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抹茶的提拉米苏，还有一个抹茶的泡芙。饭，但是其实不是，是买了一个 cheese 猪排跟那个猪排三明治，然后甜点就是提拉米苏跟泡芙。Costco 今天只有要买牛奶、yogurt 跟Michael 还有什么？哦，蛋，对，两盒的蛋。我就只要垃圾啊。烟。Hi. Oh, sure.Costco 买了这个抹茶的巧克力，还有这个 Honolulu 的 cookie， 就有人说很好吃，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。蛮好吃的，我要吃饼干，好小，好像也包巧克力。蛮好喝的，会配咖啡。